健康所想，脑出血是什么原因导致的？张玉，成都京东方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。脑出血的主要原因如下：一、高血压。高血压引起脑动脉粥样硬化，脑小动脉透明质改变是脑出血的主要原因。二、外伤可以引起脑实质出血和蛛网膜下腔出血。三、颅内血管异常，如脑内动静脉畸形、海绵状血管瘤、颅底血管网质异常。四、肿瘤卒中，尤其指脑内肿瘤或转移性肿瘤的脑出血。五、凝血异常，血友病、白血病、凝血因子缺乏等都可以引起脑出血。六、药物如抗凝、抗血小板和溶栓的药物也可以引起脑出血。专家提示，脑出血的主要原因如下：一、高血压；二、外伤；三、颅内血管异常；四、肿瘤卒中；五、凝血异常，比如血友病、白血病、凝血因子缺乏等；六、药物如应用抗凝、抗血小板和溶栓的药物。